出席委员已除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表，业经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李坤哲委员；二、刘兆豪委员；三、陈欧珀委员；四、陈淑月委员；五、林君宪委员；六、赵正宇委员；七、许志杰委员；八、何先存委员；九、陈雪生委员；十、许淑华委员；十一、傅昆萁委员；十二、洪孟凯委员；十三、鲁明哲委员；十四、邱显智委员。宣读完毕。现在进行选举事项，选举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经各党团书面同意，以推选方式进行。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各党团之同意书。推举书：本院民进党党团推举李坤哲委员为第十届第一会期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之依据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本党团推举陈雪生委员为第十届第一会期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推举书：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推举李坤哲委员为第十届第一会期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以上宣读有无异议？没有，通过。现在宣告推选结果如下：李委员坤哲及陈委员学生当选本会期本会之召集委员。今日议程已进行完毕，现在散会。